都知道，小 Jasper 非常可爱，那准备了你家 Jasper 的照片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怎么可能有？啊，怎么可能没有呢？看不到他样子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哇，好温柔的爸爸还行。他很奇怪，不像我，又不像我太太。重点是我想跟介绍给大家听，他很帅。我不是开玩笑，我很多朋友呢已经生了很多男生女生出来，他们有帅哥，有美女。Sorry。Jasper， 好了，小春，父母眼里看 BB 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。没有，就是我最可爱。其实你以前都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，突然一下从一个桀骜不驯的就是大男人，变成了现在一个刚他们说好温柔的一个父亲。OK， 就这种转换之间，你觉得难吗？还是一样咯，只是现在多了一个 Jasper 出来。但是 Jasper 感觉好像属于我多一点，我会跟他讲话，讲的有的有的没的，我现在每天晚上讲啊，把他耳朵打开，把他耳朵打开，你别装睡啊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啊，叫我爸爸，爸爸爸爸爸爸，妈妈不好啊，妈妈没有爸爸好。那个 Jasper 说，哎呀，这个 Daddy 好唠叨，一句话反复说了好几遍。小春，今天晚上呢会有五位的模仿者来跟你同台。哎，那好啊，他模仿好就帮我代替去唱，先唱我先唱几年。我跟你说，这五位的模仿者是我们在全国各地精心挑选的。对，所以小春今天晚上你会担心吗？那 PK 咯，就代替你去照顾 Jasper， 代替我去照顾 Jasper， 出来。好的，小春，既然你不怕的话，不怕。现在让我们用掌声请上五位的模仿者，有请。